大家好，我是阿澤。今集咧同大家讲嘅嘢咧，就系关于嗰个男教师啊，喺女校咧上堂睇咸片嗰单嘢。咁我见咧网络上面都好多人讲啦，好多人讨论啦，咁啊同大家系分享下啦吓。嗱咁啊有自称啊九龙东区女校嘅学生啊，早前咧就匿名投稿啊，去到呢一个 IG page 啊，叫做 NSS Secret 系嘛，咁啊表示咧有一位中年嘅男教师啊，咁啊喺中一新嘅课堂期间啊吓，咁啊公然咧喺度睇咸片，仲要系玩紧四 P 嗰只，哇好卵犀利啊，四 P 啊，四 P 真系三男一女 ，OK 吓，好卵坚吓，嗱咁咧睇咗成五分钟啊。才知道咧，自己咧原来将嗰个片段咧系投射咗上去咧课室嗰个荧幕嗰度，即系全班都睇到啦吓。咁啊，导致到咧班上面啊，至少咧有一半嘅同学都睇到吓。嗱，咁啊，涉事嘅男教师啊，更加咧出现咗呢一个生理反应啊，生理反应应该系扯旗啦，即系勾眼啊，冇亲戚啊。咁啊，拎住本书咧遮住下面啊走啊，就咧费事俾同学见到自己扯旗吓。咁另外一个学生呢亦都係爆料嘅。佢又话啦，喂，涉事嘅老师呢事发之后啊，第一件要做嘅事啊就係滅聲。佢又话啦，对方啊要求呢事发嘅时候在场嘅中一学生啊都不能够在网上讨论呢件事。就话呢，因为呢件事啊係好严重啊，会影响外界啊对学校嘅印象。喂，咁你就唔好做啦，你知道咁样唔啱，咁撚冚家铲嘅老师。嗱咁咧，投稿嘅学生就指出啦，就话啦，喂，涉事嘅老师咧，原来系有前科噶啦，已经咁，但系咧到而家仍然系能够留喺学校嗰度教书噶，而校方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一路都系冇交代呢件事嘅，咁啊令到人咧系非常之愤怒啊吓，就话啦，老师做错嘢，学校咧就唔系严正处理嘅，而系想搞包庇吓，包庇咧做错嘢嘅老师，一心咧。就諗住係息事寧人，隱瞞事實，就話完全冇考慮到咧學生嘅利益同埋感受嘅。嗱咁啊，事隔多日啦，再有咧自稱啊係涉事班別嘅中一學生就投稿啦，就話啦，喂，嗰個男老師咧原來已經係冇再上堂噶啦，並且已經係向校方辭職。咁啊，學校咧都係安排咗一啲輔導嘅課程啦，嚇，去解釋翻呢件事啦，並且係向同學提供協助嘅，同時咧都有向呢一個家長啊，係發通告咧交代翻件事啊。嗱，呢件事情啦，當然引嚟網民嘅熱烈關注啦。咁啊，好多人咧都話啦，喂，呢件事其實好嚴重嘅喎，男教師嘅行為咧，隨時係有性騷擾嘅嫌疑啊。嗱，咁樣講啦，性唔性騷擾我就唔知。我都觉得呢个男老师就唔係有心嘅。咁但係佢咁样做呢的确係唔啱囉。咁但係你话佢咪特登想骚扰啲学生呢，我觉得唔係嘅。佢只係屌你諗住睇咸片，上堂嘅时候可能啲学生做緊其他嘢，佢又諗住睇下咸片轻松下啦。咁点知射咗上去嗰个大荧幕嗰度啫。即係我嘅理解係咁样。咁但係都系唔啱嘅。我都觉得係应该要炒撚咗佢嘅。嗱咁呢学校嗰边呢或者系家长啦。都应该向呢一个教育局反映啦，啲网民就认为就话咧校方咧应该通报教育局啊，就吊销佢个牌，就话咧呢个变态老师啊，仲可以全身而退，嗱系咪变态咧？我就有保留嘅，即系啲网民可能觉得佢变态啦，但系我嘅理解咧，佢只系喺唔适当嘅时候做唔适当嘅嘢啫，因为咧我见佢咧，咦睇咗五分钟，屌你老母射咗上去个荧幕嗰度吓，佢都发觉濑捻咗嘢吓。因为呢如果佢特登骚扰啲同学呢佢就唔系只系播五分钟啦。系咪先。我睇件事呢应该就系意外嚟嘅。即系成件事嘅脉络呢应该就系呢一个老师諗住啊上堂屌你啲学生做緊其他嘢喎。不如我睇下咸片啦轻松下啦。咁点知呢就唔觉意射咗上个大mon度全班同学都见到。系一个咁样嘅意外嚟嘅啫。我觉得佢就唔系全心话咩骚扰啲学生嘅。即系睇返件事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有啲咩內幕消息啊，發覺咦原來佢真係特登騷擾嘅喎，咁啊另計啦。咁但係而家暫時呢個階段咧，我都係睇唔到嗰個問題係喺呢個位嘅。嗱，亦都有咧學生啊係認同啊嚇，係要公開呢件事嘅，就話咧話有需要咧，咪向家長求助咯。就話你校長咧唔可以能夠下下咧都諗住遮曬啲醜聞咧去保校譽嘅。
OK， 呢件事呢，学校同埋学生呢其实都系受害者。只系希望呢校方喺呢啲事情上面呢能够系开明啲呀，即系唔好乜嘢都臭屎密冚。即系就你发生咗呢啲事情呀，其实唔关学校事㗎。喂，唔系学校呀，叫个老师，喂陈老师，你今日呢返到去班房呢你要播咸片喎，即系唔系学校叫㗎嘛，系个老师自己搞唔撚搭把衰撚咗咋嘛。咁其实唔关学校事㗎。因为佢确保唔到每一个老师做乜嘢噶嘛，你只能够嘅就系、哦、开诚布公吓，尽量希望发生咗呢啲事情之后咧，去处理好佢，咁就已经 OK 噶啦。因为其实发生呢啲意外咧，冇人想噶。我相信嗰个老师咧，而家冇得捞咧，佢都谂紧，屌你谂到意外嚟啫，大佬系嘛，即系个咁样嘅情况咯。咁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个老师喺唔适当嘅地方吓、啊、做唔适当嘅嘢咯，即系好简单啫嘛。打飞机呢件事本身系冇问题嘅，你咪喺屋企打咯，匿埋自己厕所打咯，你冇理由屌你谂喺地铁嗰度周围射噶嘛，系咪先？同样地，喂你睇咸片，好似呢个老师咁睇 A V 睇4 P 嘅，你咪翻屋企睇咯。你冇理由屌你啦，冇上紧堂喺度睇咸片噶嘛，系嘛？反正你睇完鸠硬，你都打唔到飞机，做乜撚嘢啫？个老师屌你啦，冇上紧堂，鸠硬咁你可以点啊？所以根本系戇撚鸠嘅，我都唔明点解要上堂睇，拗撚晒头。同样地，有时搭地铁啊，或者搭巴士咧，嗰啲阿叔咧，屌你啦，冇喺度开嗰啲咸片喺度睇，仲要屌你啦，冇喺教撚大大声咁样喎，又唔撚插耳机喎。你话插耳机都算啦，我唔偷睇你电话咧，睇咸片睇紧乜我唔知啦。但有啲撚样，哇，煲剧又好，睇咸片又好，喺架巴士嗰度，哇，大撚大声，其实真系好撚滋扰噶吓。咁啊，呢啲咁撚私人嘅嘢咧，都系自己系收翻埋做啦吓，就冇理由喺呢啲地方度咁样做嘅。系嘛？嗱，今日咧分享到呢度啦，关于呢个老师睇咸片呢单嘢都冇乜特别。嗱，照旧啦。如果中意我节目咧，咁啊可以订阅翻我哋嘅频道啦。咁我就系下次见啦，各位网友，拜拜。